他们都要找阿伟，你带他们去找一圈阿伟。我陪你一起去找，来吧。卢本伟这是复出了吗？而且还去参加了茄子的生日会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在一次直播时 PDD 参加茄子的生日会，水友起哄想知道卢本伟有没有来。他们都要找阿伟，你带他们去找一圈阿伟。我陪你一起去找，来吧。于是朴老师就在宴会上找了起来，但他找着找着就在米娜娜桌停了下来。这是卢本伟吗？这是阿伟吗？他们是阿伟吗？这是阿伟吗？我要仔细的看一看，我不知道。这真的是去找阿伟的吗？这是为了去看美女吗 ？PDD 为了正大光明的多看一会儿，还美其名曰去采访。因为采访一下嘛，我采访啥呀？我说，来采访一下，小心想采访一下你们，不是可以吗？不是我想采访啊，对，你们进来的呀？啊？我今天我觉得这个太奇怪了，这两个人拿着手机太奇怪了，你这个样子啊。啊，我走了，我没你这样的朋友。太久了，我没你这样的朋友不认识你。你别考我。果然还得是 PDD 啊，说好的要走的，结果还坐下了。打个招呼嘛。Hello。